你翻遍所有的书籍，就是为了帮本王找到图腾。你都这样帮本王了，还说不心系于我？虎刺头象征忠诚勇猛，早期服于由以虎刺藤为名号的杀手组织，后绝迹江湖多年。绝迹江湖多年，那他为什么要重出江湖，杀了季风再嫁祸给季楚？青青，你看这两幅图是否很相似？哦，但仔细一对比却又有不同。书上记载这也是出自扶余国的图腾，有生死契约的寓意，名为红鸾星图。红鸾星图，男女之间互诉衷肠，以性命相抵的一种誓言，不离不弃。杜慧身上的图跟黑衣人的虎刺藤很相似，但是却是红鸾星图，这两个图都出自于扶余，有着细微的差别，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可他身上为什么要纹红鸾星图？这代表着什么？这些时日你翻遍所有的书籍，就是为了帮本王找到图腾。做过就是做过，没做过但被人诬陷，这也太委屈了。这次我站你，一定帮你找出冤枉你的人。你都这样帮本王了，还说不心系于我？没，一码归一码，帮你不代表喜欢你。那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乐于助人。反正你不要想多就好了。好的，本王不急。